西坑文纳市三周前该市向居民发放免费口罩和手套，并为60岁以上年长居民提供免费食物。日前在西坑文纳市老年中心，不少年长居民开车领取免费口罩、手套及食物。另外，其市府还为市区60岁以上年长居民提供免费食品或者送到家。With the COVID, we have turned into an emergency meal program where we service approximately 500 to 600 seniors every week. And we have a home delivery component for our West Covina residents. And we also have a drive-through component where the seniors can drive through and pick up their meals. Once a month, we have our food bank distribution on the last Tuesday of the month, and we are privileged to be serving the city of West Covina. 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来捐赠，有关于我们第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那基本上是这样子哈，我们 West Covina 是唯一的都市赠送免费的口罩跟手套，我们已经赠送了三个礼拜。那我们一条线是这样，从早上10点钟、10点半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我们就不停的车水马龙的赠送，让这些居民可以免费拿口罩跟手套。另外的话，我们有另外第三跟第四的帐篷是给 food bank。那或者是给老人他们的中午午餐，但是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基本上是免费赠送他们到家里面。我们的 staff 20-30个 staff 就开始，就是每天大概送500到800份免费午餐给我们的 senior resident。市长吴桐华也感谢华人商家王老吉和大和卤味抗疫捐赠给在疫情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与其他居民赠送的口罩和手套。这次的活动呢，是由美国非常著名的烹调大师郑文达先生，由他作为一个领军人物，带着三藩市的另外的一个朱先生跟一个胡先生，然后他们这次呢，就是做一个中餐厅送爱心午餐，致敬疫情第一线的英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然后受到了美国的中餐饮业的基金会的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这次的那个活动呢，当他们号召下来以后，全美就有100多个中餐厅，大家都积极的踊跃的参加。我非常幸运的是，作为南加州洛杉矶唯一的一家餐厅，这次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所以50份餐实在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但是这仅仅是对我们来说，只是奉献自己的一个爱心。然后这次今天是送 West Covina， 我觉得通于吴市长，他带领他手下的团队，在这么大热的天为居民们发送口罩，他们付出了他们的很多爱心，他们同样也是战斗在第一线的英雄。西坑文纳市现有居民超过120,000，在疫情期间，华人为当地社区的贡献和捐赠力量有目共睹，也希望各界能够抛砖引玉，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帮助大家共度疫情。天下卫视郭冠志采访报道。